朋友们，今天带大家去炫一下食堂本周的一元爱心餐猪脚饭 ，Let's go。OK， 这个一元餐还是非常火爆的，大家看排了多少人。然后这周的爱心餐就是猪脚饭，只需要1块钱，然后打一份这个猪脚饭。OK， 看香不香？1块钱的猪脚饭。OK， 朋友们，开炫开炫，猪脚饭啊，1块钱猪脚饭。学校后勤每周有一个特定的活动，只花1块钱就可以吃一个饭。哇，这周吃猪脚饭，特别香，还比较清爽。猪脚特别多啊，什么档次跟我启强哥吃一样的。特别香，还有这个香菇，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上周那个一元餐的那个麻婆豆腐也特别香，但是刚吃的时候忘拍了。反正学校每周后勤都会出一款这个一元的爱心餐，给大家看看开心，明天见。